主料鳕鱼800克，辅料意大利芝士粉2大勺，蒜粉1大勺，盐1大勺，迷迭香1大勺，百里香，橄榄，面包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把迷迭香碾碎，与盐、百里香、蒜粉、芝士粉和面包等拌匀，把鳕鱼擦干，均匀蘸干吧。把步骤一混合均匀的调料抹匀到鱼身，撒少许迷迭香在表面作为点缀，烤箱预热230C， 烤15到18分钟至表面略焦。烹饪技巧，芝士粉中含盐，外加盐的量不用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